熟的大抄手，皮儿薄，馅儿多，一个抄手要顶外头的三个抄手，大份是9个，小份是5个，因为9个相当于外头的差不多就是3-4两了。馅儿呢有猪肉馅儿、酸虾蟹子馅儿两种馅儿，我们用的东西呢都是真材实料。这个呢是我们选用的那个黑毛猪的前夹肉，那就包是抄手馅的原材料，它自己稍微嫩一点。姜水去腥，生粉蒸鲜。我们这现在就和好了哈，和好了下一步就等着包抄手用了。蟹子我们是用的大蟹子，吃到嘴巴头它有种爆浆那种感觉。每个抄手里面有一颗虾仁，然后有蟹子，蟹子就爆浆，吃到口弹那种。8两个，我们在门口我们就有现包抄手，现包现卖。汤底呢，我们就是说有野菌炖鸡、海味儿，还有养生炖鸡。最主要的是调了个原汤，原汤就是用的老母鸡鲫鱼来调，要调4到5个小时，早上6点钟开始调，调到中午11点钟左右，这个它原汤就出来了。然后再用这个原汤来分出来，再煮海味儿、野菌、养生。然后野菌炖鸡呢，我们采用了6种菌子，这鹿茸菌、干香菇、鸡油菌、鸡松茸、茶树菇，这是虫草花。整个炖出来的那个汤是金黄色，菌香味相当浓。很多人都喜欢吃这种，因为它那个毕竟呢就是比较大众，但是吃起来冬天还很养生。这个原材料呢是我们做养生炖鸡，虫草花、黄芪、当归、党参，它属于滋补类，然后中草药味比较浓。海味抄手那个底料，蛋菜、口蘑、海带、剔骨头、玉兰片，这是广西大梅鱼。这个呢就吃到很浓的那种梅鱼味道。哦，每个味道都可以，每个味道都吃过的，主要是新鲜，感觉上肉啊也很干净。味道比较可以啊，就跟家里面煮的一样，也比较资格嘛。抄手啊，味道正，质量好，煮那个肉放心，经常看他们弄噻。我们这个风格就是简洁、干净、明亮，我们都是明灶明厨。来了你可以直观地看到我们的包抄手、煮抄手以及我们出品都是能看到的，让每位食客知道我们的东西都是新鲜美味。我们这有免费鸡汤，想喝多少就喝多少，每天我们不限量，都是让他感受到汤的味道以及家的温暖。喝妈妈的呢是只有妈妈那种汤熬那种味道才是永远不会变，让你有一种回家那种感觉，吃到家那种味道。开业到现在，我们注重的就是口碑和品质这一块，因为你只有做好品质和口碑了，那么客人才会一传十，十传百。我们也是想做一个百年老店那种，哦，把这个品牌一直传承下去。